要哈，我们两年前展出这个反辐射无人机，那今天我们展出的是发射系统，表示呢我们已经具备了作战能力。那整个运用构想就是由我们的作战指挥中心下达了作战命令以后，给我们的指挥通信车，指挥通信车再下达这个发射车给我们，完成了这些射控程序以后，我们就直接发射。我们一架这些发射车搭载了十二枚这个飞弹，可以由我们的作战中心下达命令，是发射一枚、两枚、三枚、六枚等等，实施一个群攻战术，在敌人的雷达或辐射源的阵地上空进行压制的动作。它的基本作战构想就是这样，基本上是不回收的。那如果是训练时期要回收的话是？对，训练时期的时候要怎么回收？是撞网还是？基本上我们训练也会分，我们要几把，那也是一样不回收。对，那我们要是要回收的话，我们还有拦截网可以来做回收的动作。是，好，那一个无人机的造价大概是？这个哈、哦。我基本上，我觉得我们这不是卖手扒鸡啊，手套一套就扒来吃了。作战是以系统为概念，所以它包含了指挥通信车，还有我们的任务规划系统，还有我们的阵地，还有我们的备份件、人员训练等等。所以我们是以全系统来看，所以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迷思，说来单机的造价，好不好？一样的车体，它有不同的内装和配备。放在台湾本岛吗？是的，但是它机动部署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发射车我拖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射，外岛船上都可以。是，待会那个记者会做个联访。哦，是，是，可以利用空中载具的发射吗？目前没有。